主料丝瓜50克，辅料蒜干，新鲜莲蓬3个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新鲜的莲蓬3个，取出莲子，剥去莲子的外壳，锅中放水和笋干，先煮一会儿，加入莲子煮，最后倒入丝瓜段，煮熟。烹饪技巧，笋干是咸的，所以这汤不用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